当年很欣赏哦，你看到这首歌，对不对？你看到这首歌，我就想要出国，我就想要去泰国，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还不是时候。他说我们其实说悠悠下没，为什么？因为现在机票很贵，真的。现在要出国，机票都比之前还贵，还要更增钱哦，还要涨一倍，真的。对，比如说这次我们上次，我记得上次我们要去泰国的机票好像一个人不用到一万五，对不对？好像是。现在要快3万块，对，要去一趟泰国，对，爱搭狗。啊，然后我有一个朋友，他本来要去那个澳洲出差，是对，去澳洲出差，澳洲比较远，每次坐飞机坐到那边去都要十几个小时，真的，对，13个小时吧，应该三四个，对，超过10个小时了。你知道他们一个人的机票要多少钱吗？他们是出个差去3天而已哦，大概6-7万，不止，真的假的？一个人，你这样只是去而已哦，去可以单趟嘛？对，单趟要10几万。单趟你讲这个价钱是之前疫情还没爆发的价钱，天哪，一个人要7万，对，现在10万，对不对？现在一个人要15万还是16万？最来回吗？来回吗？应该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一个人去就之前如果去的话一个人要7万，现在去的话一个人要16万跑不掉，对，所以现在还不是时候。我反正喜欢出国，天天出去出国，好喜欢出国，好好想去泰国度假啊！真的，泰国是非常享受的地方。来，我们准备。
什么事啊？对啊，脱下来我们再知道吗？莫名其妙越来越多人去，那四个都跑出来了。小虎啊，然后那个机场的老板啊，对，啊，那后面啊有什么严小严啊，小严也来了。他们搞不好去地名庙里面先抽的，我听说地名庙里面也很热闹。对对对，来来来。不要打扰我们唱歌，好不好？来，继续安排，来，如果你要继续，我给你个曲，好，送大家。那你是热情，若是你在我身边。Yeah.
的大陆，我干你干去的，干你干去，上厕所的，玩心动不动偏好，你的肿瘤，小白鹿出门，满脸困扰。养一只猪真的是很不简单，真的。对，所以呢。
所有神猪的主人家当然都辛苦了哈、哦。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盛会大家都非常的举办的非常的圆满的成功哈、哦。哎，谢谢大家的，还有我们现场的朋友大家的莅临，感谢你们啊、哦！谢谢大家，让我们盛听光彩。对，好、哦，感谢大家，不会寒冷来到我们现场，真的感谢现场的朋友，真的。对。哎，想象的说，哎，人会很多。不过呢，这样子的这个大家是，就是至少有来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这个教堂这边来走走逛逛，是人数这样已经算还不错，已经不错，因为这么冷的天气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要我说实在这么冷，要我踏出家里的大门，是那个说实在的会有点困。不要说踏出家里的，踏出房间都不可能。我今天中午没有接工作，不然我真的我不是可能会爬不起来，真的太痛苦了，很痛苦。对，而且更何况今天主人家为了给那里，哎，我们这个神教这个我们的教堂啊，我们神父要来现场，他们很早就起床了嘞，真的。对，搞不好连睡觉都没睡，而且连续好几天。对，因为神父他们好像有看时辰那个。有吗？应该是了，我也不知道，有看时辰吗？有，十二点。对啊，我记得好像有看时辰。哎，你们阿姨都好困哦，你们都没有睡觉、哦，睡两个小时而已啊、哦，都没有睡啊、哦。哦，那你们有喝几瓶呢？你们就只喝一瓶吗？还想喝宝丽达？我们老板不喝酒的啦，你看他这么。啊？你什么？跟阿比。你有我的 FB 哦 ，FB。你是？啊？黄浩是吗？谁？企鹅，企鹅的粉丝。我看你们时间差不多，那现在来一个到底是他们
是肯定的，来我们的小可爱舞团。Thank you.
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在面祝福各位都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事顺心，事事平安。你干嘛一定要站我这边？你弄史上最猛的身高吗？对，你是多少？怕高没有？有，还有怕高忘不了吧？我是穿高跟鞋怕高，穿高跟鞋怕高。啊，你现在呢？至少减了40公分吧？对对，150啊，这样也可以啊。你如果穿高跟鞋号称怕高，那没有穿高跟鞋就直接砍掉40公分，对，男生150公分，女孩上我这么矮。没关系，反正今天呢，大家都已经等到这种程度，你要穿高跟鞋走路也很困难，我知道。今天就过来，对哦。所以我才说大家身体要保暖，不是只有今天冷，昨天冷，听说明天还是会很冷，然后明天会冷是清晨的冷，就是早上的时候，所以就是清晨的早上呢，好像也只有6度的，就等六度的温度，对，对，所以早上起来要上班的朋友一样要注意一下那个多穿一点，不要穿太少，对，像这位小姐就穿太少了，对，那个就不及格了。继续安排什么歌曲？来，继续带来这首抖音歌曲，好，来的放送给大家。
家吼，来出去咧，行路拢有好，吼，大家咧赚钱拢赚到红红红。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哈。那刚刚我有一段话哦，真的刚刚讲到一半没有送给大家。我说哈，即将这个倒数的时间是只剩这个跨年的倒数时间只剩两个礼拜的时间。对对，2022年即将要过去了，那欢迎我们新的一年2023年。希望呢大家呢把快乐不如意的事情留在2022。对，然后12月31，大家一定要记得。崭新的一年，跨越我们新的一年哈，从我们的早上的1月1号凌晨哦一点，十二哎，应该算一点吧，凌晨的00:00好不好？对对对啊，00:00对，就是即将在5、4、3、2、1的时候呢，哎，大家就把不容易、不快乐的事情留在2022、2023迎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呢从新开始哦，来迎接我们最新的一年，让大家呢2023年每一位呢大家都能够事事如意、事事顺心哦，能够呢心想所属、心想的都能够呢美梦成真，好，谢谢你们今天。